应该是说瓦力他一直对教育这件事情很有使命啊。走进大鲁林道西线两公里处，纳萨姆山学校就建构在这片山中密林河床上。老师，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建构的是一个明天的部落。明天部落代表的是我们具有原来泰雅文化的一些核心的价值，也就是嘎嘎，但是它同时能够去面对当代的一个环境。山学校创办人瓦蒂把这里当作部落教育起点，带孩子进山，从生火烹煮到设陷阱采集，统统让孩子自己动手做。在这片空间，孩子有无限可能。喂，你们太阳快下山了哦！我猜了整天，他要吃的食物是他自己亲手把它烤出来的。他的心材，他在山里面要学会砍心材，知道要怎么去取水。那如果不动手，就没有东西吃。想吃什么就得自己动手做。孩子们用锅子装着地瓜，取上游溪水清洗地瓜。每个人上来干嘛？换衣服。想要换水。换水。还有吗？帮忙上。我要吃吗？把台子弄好。第一个，我们进山一定是吃火的食物。那吃火的食物带就是我们要带真的食物进来。那我们的原则是希望尽量是用的是泰雅的传统食物。我进来一个碗，再一个碗，再多的一个，快去快来！在稀饭里面呢。想要整个扛过来，不一样。像你们现在这个小朋友在吃的那个是什么？打马面，生腌肉。也是他们自己弄的吗？对，我带着孩子一起做，因为做打门面有一个禁忌，就是一个他是只能一个人的手下去做打门面，他的传统是不能让，就是不能太凶的人做，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会吃到说，哎，怎么这么好吃？然后这个味道怎么同样是打门面，同样同样方法做起来味道却不相同。对孩子是挑战，对大人同样也是挑战。所以包含一开始我要不断地去告诉老师说，我们的部落生活老师说，哎，就让孩子动手，不用帮他们把饭煮好，就是让孩子做。他们会习惯让孩子可以在旁边游走，但是所有的食物
烹煮都是只要部落生活老师在的时候很容易，但是慢慢的调整之后，部落生活老师他们也开始知道说，哎，就是要来，不动就不没得吃。嗯，煮够再来盛哈，大家先盛有啊。与大自然共处，最重要的是要爱惜这片土地。所以你们手上还有人在吃东西，对不对？好，你们有果皮呀、或者是骨头的，都丢到火里面，不吃的东西丢到火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要挖一个坑，要把果皮、厨余放进去。我们不会裸露，不要让那个动物有机会去吃到它。当初寻找山学校基地，瓦基曾和孩子们走遍侠客罗十多个部落，最后还是决定重回一开始落脚地。瓦基曾在朱米美术馆工作，担任多项艺术策展，他在发起山学校计划，结合艺术是重要元素。2017年与大地艺术家李奎志合作搭建的第一件地景作品《漫游者七地》，一年过去了，他依旧在。那这个漫游者其实代表的就是泰雅的猎人，因为泰雅族是游耕迁徙的族群，那我们在山里面就像是山里的客人一样，那我们希望用的一个大山的一个伙伴的角度来去诠释这一块栖地。这次重返大山，地景作品在孩子的创意下用蔬果点缀成另一种风貌。应该说我们猎人如果要进山，然后一定会盖猎寮嘛，那猎寮旁边一定会有一个要放食物的，好，那个会架很高一个架子，那个台湾的话叫把嘎，好，会做这个把嘎，把嘎就是把食物放在就是架高食物的那个架子，让孩子在艺术生活中自然学习传统知识，正是拿萨姆山学校的核心价值。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把个，所以你们把菜都放在上面，所以架高就是其实是让它，防动物之外，哦，如果说时间长一点，架高还有一个好处，尤其像地瓜，如果它接触到土壤，它就会慢慢发芽，发芽的比较快，所以放在把个就比较不会。要先放。不仅这座旧有的创作，瓦基再度邀请艺术家带领泰雅孩子进行现地创作。这次的目标是要盖一座更大型的猎寮，于是大人与孩子们的对话就在萤火旁开始。所以看大家今天努不努力了哈，剩下最后半天喽。跟小孩子讨论，小孩子想法很多，对吧？那其中一个想法就是他们希望有一个河流在这里，刚好在河床这边。所以我就把河流的概念结合进来，然后刚好我看到这棵树斜躺在这里，所以我也想要结合这棵树进来，然后好像一个自然延伸的一个流线线条，在这个河床上面 去出现这样。李奎志坦言，孩子们的天马行空也差点让他招架不住，因为得考量的是时间以及就地取材的限制。就就地取材，看这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也是很多石头，那树干，然后荒草。部落生活老师带着孩子割芒草、解树根，搭建孩子们梦想的猎寮。不仅是可以遮风避雨，还能爬行玩乐的游乐场。过程中遇上前四天都下雨，夜间温度还降至2到5度，但寒风雨天并未浇熄孩子们的热情。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工作，只为搭盖他们心目中的玩乐天堂。
开始我没有带多大的预设或是一些预设的草图过来，对吧？因为环境因素，你一定到现场你才知道说这边的故事是什么，你有什么材料可以用，对吧？尤其是这一次，它主要是针对小孩子，所以要跟小孩子讨论。七天时间，艺术家与泰雅孩子们完成这个大型地景作品，取名纳萨姆 Studio 猎人庇护所。山学校的孩子，最小的一岁半，最大的十岁，在大山的怀抱里，最爱的就是天然溜滑梯。给我了，我儿子四岁那一个，其他的大哥哥就是小五、小六的说：“哎，那个我牵你上去。”然后说不用，因为他。去年他自己一个人就已经在溜了，跟着阿公，阿公一上去找木材，结果呢，老六就自己一溜烟就跟上去了。不会不会，对啊，你早上才坐在那边。这画面看起来很挑战心脏，身为妈妈的瓦蒂却认为，在确认安全许可范围里，他不会刻意阻止孩子对大自然的探索与挑战。我会很立即的必须要当下做判断，我必须要判断这个环境够不够安全，然后是不是他的这个孩子的状态是可以去他可以去应付的。那如果说是的话，我就会给予他空间，让他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是比较少那种所谓的很多很多的保护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能力其实是被这样子挑战出来的。山学校的孩子还要挑战的是猎人最具原始的技能，其中一项就是设陷阱。六七七十是够的，有没有？你看到、哦、我现在量长度哦，就这样，这样啊，对不对？对，抓住你的做记号的结，这边拿下来，绑在这边，这个结要这样打。部落生活老师仔细讲解陷阱打法后，就让孩子实地试试看。纳萨姆在教的是很传统、很原始的陷阱方式，甚至我们也让小孩子教小孩子怎么用树藤这些自然素材做那个陷阱。有些孩子依旧会跟家里的老人家上山打猎或是设陷阱，但用的多是尼龙绳、铁丝或是捕兽夹。但在山学校，一切都取自于大自然。然后现在陷阱放好了，对不对？那是不是那个他也是他走的路？对啊。要用什么等？石头、草、木头。嘎拉。哦，嘎拉就是树枝有分叉的，最好就把它插在那边。有，你去试过好几次了。去啊，有我的，我来转过去啊，用的手，不要用头。手，对，往上，用，拉一条线的，他会从那边进来啊，可以到那边啊。就还有点剩下。再用我。部落的孩子其实跟平地的孩子差不多，已经被照顾得很好了，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山里面或是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多数都还是被照顾得好好的，孩子已经缺乏那个基本的生活能力。所以在山学校，除了我们带孩子走进山，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建立那个泰雅最厉害的基本的在大山生活的那个能力，怎么生存下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他都叫我不要讲话，在放陷阱的时候。老令强调，不仅是生活技能，还有生态知识，以及要下一代学会对山的尊重。而这一切
如果不在传统场域做，就失去意义。我们这个计划在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把小孩子带到国家公园里面，然后要在国家公园里面搭猎寮。那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我们碰到的一些法律上的限制就很多。举例来说，国家公园法不能狩猎，不能采集，而该猎寮就会需要采集。喇令带着族人从2016年开始，透过行动发酵，到现在带孩子进山，他们的努力终于让旧法令松绑。每一次进来带小朋友进来，或者说我们自己办一些祖灵祭，或者说什么样的活动，说都在突破。来，我教你们最快的方法。来，带下一代重返大山怀抱，孩子们与大地艺术家留下的共同创作力量，是送给大自然的印记，大自然也送给了这群孩子无与伦比的成长记忆。这也是瓦基发起山学校的用意。那三亩山学校，尤其是瓦基的部分，他想带给孩子的是，他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个东西在其实就不相冲突嘛，那在一起他就是加分了。那萨姆山学校有着这群人的努力，陪伴孩子成长之路还会继续走下去。那有经验了。